面照顾，好吧？多一样。因为您这样子，那第二项是对，因为会场的规矩就是，如果在录音，大家都没有人在录，只有你在一个人在录。六百万块钱。你没有东西，你有什么？我你有什么？我就录影的要的。你的录影是在那个位置，他没有照相。那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场。现场在哪？现场在。现在到会三号位上进去。对，我的意思说你的录影机在哪里？录影机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抛过去点到哪里啊？不是，我说他讲的话在哪里？我在录音呢。怎么录音档有啊？在录音档里面。我是从台北来的，我不是出兵，我是记者，我不是一家的出兵，太细。No， 是，我是公民记者，这里写的公民记者。公民记者，那一个来讲，我是你也是。好，那你把你的作品给我看。好，没有你就不要说，我有作品。No， 我要录。No。No， 我刚刚去就被挡下来了。我不接受。我跟大家一起的。我要说一下你长什么样子啊？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单位吗？你是什么单位？你是什么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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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现在最基础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现在说你现在最基础的规定。因为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。你觉得这个规定是应该就不用去 ？No。所以说这件事情。大家的工作目标只有你的工作，是。当中应该在固定的时间之内，这个不放在心就可以。这台帮我拿出去一下。那第三个就是再来一个。你不可以拿我的，你不可以拿我的。也不相信，也是因为我们的业绩在这个地区要是需要的，所以说有些在他们重要中心的工作当中，他们一百零三个人负责的这些。我直接到旁边工作，旁边那边有可以对宿舍。对，假如曾经哦，除了可以，我们鼓励一些努力向学学生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妨害我的自由，你不可以妨害我自由。No， 我们也承